好翻到嚟第二节，正所谓休息都唔够胆休咁耐啊，大佬。仲有啲内容，仲有成叉嘢未讲。成叉嘢未讲，咁啊，当然啦，都要回应下葵芳阿迷啊。我觉得，既然你咁积极留言，系咪路石你会有啲期待？我都系保持翻我嘅睇法，佢唔系一个可以一夫当关嘅房中，佢系一个好好嘅 box to box 嘅球员。你当佢系咩嘅情况呢？一个弱化版嘅亚历山大阿龙。仲要是打緊防守中場的亞歷山大阿龍，咁就 OK 噶啦。OK， 係啦，即係佢本身遊閘出身啦，然之後移去到個防中嘅位置啦。其實個成長脈絡係一樣嘅，同埋最緊要就係大家都共同一個殺著，佢哋嘅罰球係非常非常之犀利。咁所以你問我路石打個閘咧係唔得噶啦，話俾大家聽係多甩漏噶啦。咁但係如果佢打個 box to box 嘅話，你要佢有罰球嘅主理嘅話咧，佢會做到俾你。咁同埋喺前場面嗰個串連嚟講咧，佢仲需要浸多陣。咁你問我嘅升到上到嚟嗰個嘅期望值大唔大咧？唔大。唔大。因為喺嗰、那個即係嗰個八角形裏邊啦，佢真係得一兩範比較突出啲，其餘嗰啲都比較 average。但係呢啲放出去市場裏邊咧，一定要買家。唔係，除非你發展到好似黃特包斯嗰啲咯，真係啲佢罰球王咁樣。佢係罰球王，唔係你要做到嗰個 level 嘅。但你要記得沃特巴斯喺防守嚟講，其實都有一定程度。唔係，但係沃特巴斯都係去到後嚟先浸到出嚟啊嘛。係咯，佢早期都係碌撚咁樣嘅。但阿仙奴而家個重點係有冇空間俾你浸先？冇咯。沃特巴斯點解浸到出到嚟啊？佢喺嗰隊叫咩啊？修咸頓啊嘛。佢修咸頓先浸到出到嚟啊嘛，咁所以我咪話咯，喺個放賣市場裏邊有。唔係佢哋依類型嘅球員，差唔多全部係要去啲中下游嘅球員浸啊。係啊。即係佢嗱成日都我哋即係講笑咁講啦，弱隊出勁龍啊，弱隊出勁嘅防守中場啦、啊，點解？因為係咁擋啊嘛。係啊。係咁防啊嘛。所以呢一個嘅球員，你問我，我幾中意呢個球員，認真過佢啲屬性上面，但係佢一線隊裏面冇位俾佢踢嘛？點解啊？因為我哋睇睇下一張圖啊，因為一線隊嗰個位可能會要留俾佢啊嘛。係啊。呢一個叫 Lewis Gilly 啊嘛。而家都叫做上咗一線隊喺度踢緊啦，勉強。勉強嚟講叫做一線隊嘅球員嚟㗎啦嘛，咁同埋個屬性嚟講，佢同路石又真係好似啊嘛，佢係冇罰球嗰範啫，咁同埋最緊要嘅就係。他絕對是現在複製緊冼真高那條路嘛、他打緊一個嘅閘位左閘 ，OK？ 呢一個都係半途出街的位置嚟嘅啫。佢、原本一個防守中場的位置，所以你見到其實佢呢兩個位置都踢得的情況之下，你會見到喂呢、這個教練團上一年我都有疑問，由他在 U21 升到上升上嚟嘅時間，啲教練團話喂其實他是複製唔係，佢話複製冼真高個踢法，我係極大極大疑問嘅當初、尤其是當佢喺 U 廿一嗰度踢個左閘，踢到一劈嘢嘅時間，嗰時我係存在非常非常之大嘅疑問，喂呢條友喂經常走甩人嘅喎、咁咪同咪同佢係咯前輩一撚嘅，又經常失位嘅喎，你同我講話佢跟住冼真高條路去行啊，你都係穩穩陣陣將佢掟喺個房中裏邊啦，咁啊冼真高都係。成粒位唔系，咁你听埋讲后边嗰橛嘅，然之后我再觉得自己咧，都觉得偏颇咗啲啲。睇翻嗰个实际环境先，咁认真嗰句喺 U 廿一里边，你有冇一个好似迪勤怀斯咁样嘅？冇。房中喺度先，冇嘛？你有冇一个左白嘅 box to box 喺度先？冇。又唔觉得有、啊？好啦，前面你有冇好似个马天奈嚟咁愿意回防嘅逆风啊？勉强上面有。勉強上面有好了，然後再看看個中堅，喂炸彈級別來的吧，你不要說加比爾啊，連基雲奧級別都沒有、下低，那你難怪他在那邊那個的支援少了那麼多的情況之下，在一個左閘位裡面那麼出醜的、好，但是稱到上來的時間，他就真的發揮到自己那個盤扭的技巧和過波的技術了、在中間來說難打之餘個防守不錯啦，跟著衝上去那個位置也不會衝得過前在個禁區頂停了下來的了，然後就做一些策動的工作、回防在個左閘位置來說，那單對單又做得不錯的噃，你看到他、delay 人家的攻勢也不錯的噃，所以你問我呢，冼真高現在只剩兩年的合約呢，他又真的似乎一個最價廉物美兼且呢是一個內部挖潛的一個的有可能性的球員好人選。好了，至於剛才 Benson 所說的另一個角度，其實我又想問你會不會考慮這件事呢？既然而家喺一線隊有機會立足啦，應唔應該將佢弄出街咧？
你覺得？嗱，點講咧？首先要看看他而家依個位置有幾多人先。你嗱，如果講冼真高屬性的球員，得佢同冼真高啦。係。咁如果你話集位兼防中嘅，你要睇一睇球會將佢定喺咩位置啦。係啦。集位 OK， 你而家要數嘅。嗱，我預嚟緊個兩季未必會有機會我啊。係。OK， 好啦，就咁講集位，卡拉費過嚟。係。天霸。係。跟住仲有富安健洋。啱啊。三個人打到呢個位。嗯。但係你要記住，呢三條友係要分擔埋個右閘嘅噃。啱。某程度上，右閘可能佔咗兩條友。喺嗰度噶咯噃，唔係，所以我會諗咯。如果Lewis Skinner 要留喺度嘅話，首先我覺得啲聯賽杯啊，啲甚至乎早期嘅足總杯啊，依啲可以嘗試俾佢上嚟玩下嘅。咁同Lanfranc一樣啦。其實我覺得佢哋兩個應該喺聯賽杯要有個正選位坐下嘅。即係你咪拍下耶穌啊、史端寧啊，同埋啲叫做後備少少。上場聯賽杯表現好好啊！係啊，你見到佢打保頓嗰場完全冇怯場，啊、非常 solid。即係我覺得其實佢留喺度都有個好處嘅，就俾佢就叫做多少少時間去感受下嗰個一線隊對住啲叫做有翻咁上下 level 嘅球隊咯。嘅即係俾佢吸收下經驗啦，因為你如果而家你掉去英甲啊，掉佢去甚至乎英冠嗰啲，其實作為不大。超班啊，都覺得。係咯，超班啦、啊，同埋最怕乜嘢咧？就係、是、又係嗰班撲街，屌你借撚完出去，跟住用你半季，然之後就説到你冇曬作用翻嚟，我仲擔心依樣嘢。嗱喺我嘅 angle 咧，我認同 Benson 呢番説話嘅，點解會咁講咧？他們的 case 不同路石那些球員，路石那些叫做我會認為呢，台灣有一種叫賭石的文化嘛。賭石的文化即是什麼呢？那些礦石啊，切了它之後看看那塊石估計大概多少錢的。如果你說 Lewis Skinner 是一件什麼石呢，基本上你已經大概見到它整塊石的 60% 了，你確認到它 60-70% 是一塊值錢的石。是的，但是 Pantino 啊、路石這些呢 20-30%。 是的，但是阿仙奴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琢磨它，沒有那麼多空間去琢磨它，反而 Lewis Skinner 和 Ranieri 這些呢，去到 60-70% 的話呢，我覺得是可以留在這裡自己慢慢培養。其實這兩位呢現在的情況就好像沙卡一開始那種，沙卡都是一出嚟已經成60-70%，係啦，即係大家見到佢有光芒，好似馬天尼尼咁樣，一出嚟個光芒已經出咗嚟啦，係啦，咁值得留喺度啦。嗯，而家佢兩個嘅情況其實係一樣嘅，咁變咗阿迪達可能佢都諗住，喂，依兩個位反正遲啲都係要買人噶啦。係啊，因為你無論個閘位又好，嗱防守中場我哋成日都話啦，嚟緊冇帕迪，冇佐真奴，係啦，冇兩件，即係話中間會得翻迪勤華斯同埋美連奴。仲要有時美連奴會逼喺依個位添，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 Skinner 嘅存在就絕對有佢嘅價值嘅咁樣。咁所以你問我冼真高咧，就真係完埋呢年合約就應該真係玩完。唔係唔想留佢無位俾佢踢，係個價值已經比較偏低啦。係。咁同埋個強弱點真係明顯，同埋個後起之秀係好明顯，真係好過你嘅。係。係好過你。同埋而家起碼呢個球員後生。佢追人追到，同埋冇咁多傷患啊！啱啊！呢一個先係問題啊！冼真嗰個傷患嘅問題係真係好限制到佢嘅發揮。咁所以你問我呢個 Skinner 認真嗰句，佢係代替冼真嗰個位㗎啦。係啦，冇錯。我覺得嚟緊冼真嗰呢兩年完成咗佢位置嘅使命之後，或者甚至乎一年之後可能已經係放埋嘅情況之下，係啦，呢一個空位留俾呢個 Skinner。甚至乎有好多人都講，冼真高如果今年唔係嗰個叫做轉會窗嗰段期間傷嬌咗，佢已經俾人放走咗啦。但係估都估唔到佢又轉 number 啦。係咯。你估唔到，我自己都估唔到，因為我哋原本預計喺個閘位上面個傷患都冇咁嚴重嘛。但係估都估唔到，真係一開季就嚟啲咁嘅嘢啦。原本卡拉費奧利我都冇諗過咁快可以動用佢嘅，結果都真係即刻要動用。傷。瘋狂咁傷，瘋狂咁樣傷，最尾你諗下去到最柏迪，我哋頭先嗰場都話
要去到柏迪打集呢一個 plan， 而家去到 plan E。唔係，老實講嘅，其實阿仙奴球員啲集位傷咧都有跡可尋嘅。你好似 Ben 威啊，上依兩年都係咁，差唔多全勤咁滯、就是。跟住你大家諗下，天巴本身都已經是一個重傷員嚟㗎啦，出翻嚟佢又表現到喎。咁而家梗係慳住嚟用啦，有少少唔妥，即刻叫佢停咗先啦。但你問我啲 Whisky 其實都有少少㗎，認真嗰句。係啊。個少少嘅問題就係上次佢踢聯賽杯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因為抽筋而離場㗎。係。咁但係當然啦，我覺得喺個比賽嘅強度啊、狀態上面，佢係的而且確未能夠支撐到90分鐘嘅。咁抽筋就唔係受傷嘅。都夾一夾下㗎，都驚佢拉伸㗎咁樣。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啦，見住呢個球員嘅發展咧。是理想的，咁啊，同埋都覺得佢係真係可以代替到冼真高嘅。呢、這個我諗我同 Benson 有呢個共識啦。啱嘅。係啦 ，OK， 好，咁啊，下一個啦。好啦，下一個啦，奧迪加特嘅代替者啦，講咗好耐啦。今年阿迪達非常之進取同埋冒險地先賣走 Ro 仔，再將法比奧維拉借走，搞到攻擊中場咧，而家就冇人。係都冇諗過奧迪加特會受傷，唔係咁講。他冇遇過奧迪加特會在歐洲賽事度受傷。係啦，咁亦都真係喺個替換嘅方案上面要動用到托沙啦，而家。咁但係喺我哋當初預計嚟講咧，就一係咧就 Ranieri， 一係咧就係甚至乎阿冼真高啦。咁當然冼真高而家唔使提添啦，我覺得 OK。咁啊呢一個所謂 Plan D、Plan E 嘅方案，甚至乎已經唔喺計劃內。我就不會這樣說的，但就算在計劃內他都不會被視為一個攻擊中場的選擇啦。反而現在討論的呢都是圍繞這個球員的了。剛才我們說過兩寶之中的其中一寶 Ranieri， Ranieri 你的感覺是怎樣先說一說對這個球員。他出來的時候是有點驚喜的、嗯、即是他的、有機會就是那些人未熟悉這個球員是什麼料啦。我覺得他那個走位啊，或者那些叫做入涉啊，是有少少驚，即係有少少特別嘅，即係啲可能對方嘅防守球員估唔到嘅位置，佢就會起腳做射得準嘅。如果嗰場即係難聽嗰場，如果唔係對面個籠係比較真係精神咧入咗嘅，係啦。咁所以但係你話佢替唔替到都奧隊100% 話咩？未夠班。但是你说他可不可以继续进步呢？一定有。但是他的进步未必是奥迪加特那种的形式的进步、嗯。他可能会是去了另外一边是不是奥迪加特这种统控全局的、嗯。他可能是变了他一些叫做怎么形容呢他会突入个禁区的机会会大一点。嗯，奧迪加特都有第二禁區嘅，但是他不會有奧迪加特那種連接到那種感覺咯。嗱，或者我會咁講啦，喺我嘅角度嚟，我完全明白到 Benson 想講啲乜嘢。我唔識點形，或者我會豐富啲件事嘅。係啦係啦，奧迪加特而家嗰一隻咧係中場嘅指揮官。係。派牌類型 OK， 你要我入去做突入嗰啲，我會做到俾你聽。但係佢唔會有嗰個嘅爆發性或者個尖鋭度。Ranieri 喺我嘅角度嚟講咧，似邊一個咧？韋舒亞啊嚇，佢係屬於韋舒亞嗰只攻中嚟嘅。佢、自己帶球嘅能力突破好勁。係嗱，你唔好喺我突破嘅時間，你側邊唔走喎、啊。奧迪加特你可以唔走都得噶嘛，因為佢會將個波好準成地。踢落去你只腳度，踢去你追到嘅位，係啦，或者踢去你追到嘅位。但係 Ranieri 係佢係一個喺前場面吹起個號角嘅選手。好啦，嗱，我帶緊個波上去啦，你哋側邊擁啦，兩軍好一齊擁啦，跟住我先至喂，你哋又幫我拉到位，我又俾到位你哋，咁一齊一窩蜂咁樣去攻，我又揾到射門機會，又可以做到後上突入咁樣。啊，我就咁嘅意思啊。係啦，咁所以你兩個唔同角色嘅球員咧。我自己覺得是有兩套不同的踢法嚟嘅，咁、當然在我的 angle 嚟講，梗係好事啦。如果清一色得一套戰法嘅，咁阿仙奴前場的變化就少很多啦。正正就是我之前期待住 Ro 仔會做到的嘢咯，但係做不到咯。但 Ro 仔嗰種踢法又是另一種的嘢。Ro 仔是那種很淡定啦，好。佢係結合了呢兩種球員的中間係啦。但是你覺得，所以你會覺得好好好好
都含到肺咁。唔係澳門賭場咯、啊，你唔知佢開邊飯咯、啊。係啦、啊，所以就難夾少少啦。啱啊。OK， 即係當你要求佢去做突入嘅時間，你會 feel 到，咦？佢做乜派牌或者自己掕個波上嗰邊？啊、你唔係後插入嚟依度等射門嘅咩？啱啦、啊。好啦，跟住然之後，當你期待緊佢派牌嘅時候，佢又自己擁咗個波喎、啊。衝到上嚟。係啦、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 Rose 仔有呢一個尷尬嘅地方。咁至於發俾個維拉咧？是未見到的，是都是那句啦，運用的方法和運用的時間上面是我覺得是個上天玩具的。或者這樣說吧，我們沿用回阿神的說法，是一個 70% 的班拿杜斯華，現在我覺得是一個 60% 的貝拿杜斯華，沒錯，是的，是一個狀態不好的貝拿杜斯華，是的，還有一個身體對抗性差的貝拿杜斯華，是還要差很多。所以基本上在那個右中場的角色來說，法比奧維拉就完全在一個體系裡面被人淘汰，因為那個位置現在阿仙奴原本就想著你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嘛，但現在阿仙奴的右路基本上是一個鐵三角來的嘛，閘位攻擊中場和沙卡仔對、啊、叮叮叮做一個猜傳又好入射又好，你們三個自己搞定了他、OK? 嗯、後面有一個防中在附近幫你們做第一層的掃蕩，然後你要回追後面補位的就沙利巴和你補，跟住你們回追回來，那個體系是這樣的嘛。所以基本上你問我呢，Vanery 而家嗰個嘅角色同埋嗰個嘅存在咧，係球隊嗰個另類嘅衝擊嚟嘅，我覺得。但係變咗要有第二套嘅進攻思維咯。第二套嘅你用佢嗰陣，你就要有第二套嘅方式咯。係噶，係噶。但係只不過係我哋而家係要諗嘅邊個最夾啊？但係你 feel 到嘅就係聯賽杯嗰套啱仔咯。啱、啊。因為聯賽杯嗰套嘢，大家都打得好直接啊嘛。係啦。你想想聯賽杯那一場球，我們前場的陣容是什麼？沙卡仔，沙卡仔和 Vanery 你看到有火花的、啊、因為大家一起攻的時間大家都知道要上嘛，大家壓到最前那一點幫到手嘛，另一邊雙那個你不用跟我做配合的，那邊那個是誰啊？史端寧嘛，是不是又是湧上去咯，不是那邊插上去咯，所以你看到 Vanery 那場球打得很舒服，連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場球後面那個叫 Livaskili 嘛，回來的防中位跟你補咯，啱嘅，係啊，然之後基維奧嗱上年那個練成就有作用啦，喺個位置感上面嗰場波打個左中堅啊嘛，大家記唔記得啊？喺個左中堅裏邊咪吸到史端寧同埋 Livaskili 上去個位咯，做到少少 delay 嘅時候 ，Livaskili 翻得切嚟，咁啊同史端寧兩個去夾啲波咪夾得走咯咁樣，咁啊所以基本上你問我 Vanery 嘅使用方法咧，唔係冇，咁但係而家喺一線隊裏邊個體系嚟講咧。要再看看跟其他球員的夾法咯，因為他跟托沙、啊、馬天內尼、啊、甚至乎現在的夏佛斯、啊、都可能在個夾法上面是需要有一些磨合的、嗯、但是認真點來說我就覺得不再需要外借的了，是沒錯、這個、還有如果這個有外借他走的了，是、啊、這個有外借走的、這個真的要一線隊慢慢慢慢浸，即是類似當年浸高爾帕馬和浸科頓那一種的浸法、啊、每一場球給10至15分鐘給他出到來去感受一場球去夾那一種的浸法、嗯、在我的 angle 來說這個球員的發展路向會一個這樣的或者這樣說，就算我覺得遲些、奧迪加特出回來之後呢有機會、因為奧迪加特始終現在都傷過了、嗯、他有機會會給多少時間去休息，我覺得他會出 Lampelli 多一點，是因為而家始終佢仲後生咧，有時佢成場大賽，即係喺比賽度，佢未有時未必敢咁快俾佢個正選上陣咧，咁會比較尷尬少少、嗯。因為嗱，你老實講嘅，啲後生仔一上嚟有咩犯錯咧，就打沉佢啦。嗯，所以佢估計好似伊話齋，係下半場可能70分鐘啦，咁就換佢出，即係喺安全嘅情況下換佢出。或者真係要夠忙嘅時間揾。係啦，即係你好似。你睇嗰日睇到個中場，有啲人都基本上都踢到謝曬啦。對李斯特成嗰場咪有佢嘅作用咯，你見到撳到出到嚟嘅時間，換佐真奴咯。係啊，成個中場節奏加快咗，變化大咗，咁咪有佢嘅作用。唔係你好明顯見到嗰場點解去到下半場換咗人之後，點解個節奏快翻？因為個中場冇咗一個會拖慢節奏嘅佐真奴啊嘛。嗯。咁唔係話佐真奴拖慢節奏錯，因為佢做嗰樣嘢係就係做呢樣嘢啊嘛。咁當你個節奏一快翻嘅，你大家亦都可以諗下李斯特城嗰班消耗咗好多啦嘛，同埋有啲老鬼嚟噶啦嘛，係啊，有班係老鬼嚟噶嘛，佢仲點同你跑啫 ？Exactly 咯，咁啊，所以嗱呢兩補
我諗我哋嘅共識都係留喺度慢慢慢慢執啦，留翻自己用啦，留翻自己用啦。OK， 好，跟住去下一個 topic 啦。下一個 topic， 喂，我哋好耐冇講過呢個人啦喎，好耐冇專題啦，又嚟啊，又嚟啦喎。不過今次咧，大家睇啲數面字數字上嘅數據咧，就完全知道我想講乜噶啦。喺車路士踢咗91场，總共參與嘅入球同埋助攻數字26。系喺阿仙奴踢咗44场，总入球助攻数字25球，争一球啫噃。可能佢踢埋呢场冇波入咧。猜唔系啊？我曲紧啊！猜过你啊！你知道好多观众好直肠直肚噶嘛？真系系咪先？咁但系你又，我觉得另一个对比咧，又系拎翻出嚟鞭尸嘅。大家见唔见到隔篱嗰张图啊？嚟自當年轉會窗嗰個 A 記嗰個嘅睇唔睇好轉會嗰個排名啊，係第一名最睇唔起嘅轉會或者最睇唔好嘅轉會，夏佛斯轉會阿仙奴。哇！細路仔都睇唔到，係啊。好啦，然之後第二位係邊個？哇！白禮頓去抽死死佬，我唔記得個叫咩名添。個房中咯。我哋卡斯道咯，卡斯道系啊，卡斯道咯。第三位系曼治，嗯。第四位系贺隆德，嗯。咦，高尔帕马都系喎。系啊，高尔帕马都系噶。咁所以你问问呢张表，令到几多人跌眼镜咧？系咯、啊。你谂下，有几个真系揩咗粒噶？乜啫？喂，曼治唔系揩咗粒咩？好似某都系某队人。都系咯，啊唔系，咁另外一个好少少，贺隆特唔系嗨一愣咩？都好少少嘅相对，系咪先？比起万字，咁系比起嚟讲，咁万字你去到嗰、那个，你唔系做一啲主要嘅角色啊嘛，你又系唔知道自己应该踢一个咩角色嘅球员嘅情况之下，你咪又拉嘢咯。好啦，夏佛斯嚟到嘅情况之下，嗱，呢个宝刀未老奖又电竞体验表啊！我知道你是魚拉特，但你不要這樣，不是吃你的飯啦、啊、這個鐘數這個鐘數你在吃飯，應該在沙田吃飯啦、啊、是不是快快手吃完好回來做節目啦、啊、是啦，我們講回來其實老實說的 這個表上面呢，大家看到哈佛寫為何當時大家都這麼看好呢？老實說的，大家可以看回左邊那幅相，哈佛寫在車路士的時候，他基本上呢就等同一個白粉友，冇曬自信，嗯，好落寞。即系其實佢早期喺阿仙奴都係嘅。你見佢咧，每一次射波咧，佢好迷茫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哋成日就話阿班叔係白粉友啊，阿樣啫，樣嗱，你大家睇佢有時睇都見佢好似。如果咁樣講嘅話咧，班叔一個食已經食咗叉咗電嘅白粉友，而夏佛斯嗰時咧係一個未食戒緊或者等緊貨嘅白粉友。乜係睇到佢冇？好明顯睇到佢眼中係冇自信。你就算而家睇幅相，你已經話：哇，其實我喺度做緊乜啊？即係俾人個感覺就係、是，我喺度做緊乜啊？是但是你去到而家，你見哈佛士，我哋成日我早期大家都應該記得，我早期成日形容哈佛士啲入波全部都係咧，都係瀨氣啊，都係屌你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咧？有啲混仔啊，富富碌碌啊，富富富碌啦，係啦。但係你見最近依開始半季咧，嗰啲入波咧係好明顯嘅，見佢有信心射落去。頭槌響袋。係啦。啊，當然啦，上一次有對呢一個嘅李斯特城最尾嗰一球啊，咁啊當然啦，就完全係幸運啦。唔係啦，我都係嗰句啊，瀨氣仲有嘅，係，但係佢啲富富碌碌咧，你都見到佢係而家有信心，有信心地富碌，係啊，有信心地富碌，係啦。即係嗱，我即係成日我都咁講嘅，有啲球員咧射波咧，就算富碌咧，你見到佢都係有信心兜個波埋去嘅，係。但有些呢，就算是他是一沒有信心上來，他兜個球他是扶不到的，是沒有魂魄的，是啊，是沒有魂魄，你看到那個人呢非常之牛道，是這樣就兜過去、是沒有個決心在這裡的，是的、啊、哈佛斯你看到是有個決心在這裡，所以現在大家會看到哈佛斯的精神狀態，就是和他現
家喺呢個位置，我覺得佢係好享受。你而家可能難聽講，你而家你叫佢賣去其他地方，佢唔肯嘅。係。因為去到其他地方唔知喎。你冇咗本說明書啊嘛。唔知仲可唔可以有咁嘅表現啊，大佬？而家喂，難得揾到個中鋒位，隔離有人支援我，我拉翻後一格，有人喺前面負責做幫手開路嘅，我又。受歡迎啊嘛，最緊要係係啦，冇錯啦，呢個係重要。大佬以前喺車路士歐聯入波都俾人鋸嘅，幾多大鑊啊！同埋，我中意阿仙奴啲球迷又係嗰樣嘢咯，即係唔會 block 人噶嘛，佢會將人哋笑佢嗰啲嘢變做一個娛樂性嘅嘢。你記得夏佛斯嗰首歌點樣唱啊？6000萬英磅，我哋而家俾得抵啊嘛。係啊，當時我哋話6000萬英磅，喂會唔會太貴啊之類咁樣嘅嘢。係咯。而家阿迪達揾到本說明書之後啦，咪話俾你聽啱使咯，抵玩啊！係咯，咁所以你問我由呢一集，即係由我哋開始講夏佛斯到而家呢個階段啊，係見證咗呢個球員慢慢上嚟，由懷疑質疑慢慢嚟到而家信任啦，同埋開始俾到個使用方法我哋睇啦，係啦，亦都見到而家喂叫做比較好嘅一面嘅夏佛斯啦。當然，我認為夏佛斯仲有得再上嘅，佢仲有得上㗎，佢仲有得再上㗎嚇。咁啊，但係。都係嗰個啦，睇一睇嗰個際遇點樣啦嚇。但係到目前為止，你根據呢一張表同埋呢一啲圖嚟講咧，繼續有期待。繼續有期待啦。係啦。OK， 好，繼續。好啦，至於呢一張圖咧，非常之有趣嘅一個 topic。你未睇到個 topic 咧，因為個 timer 遮住咗嘛。係。我話俾你聽，呢一張 topic 係咩嚟啊？呢一張 topic 係對李斯特城嘅下半場。係。呢一個人你估下係邊一個啊？呢個 mind map 裏面寫埋喺度俾你。加比爾啊嘛。中堅嚟嘅大佬，佢推到上嚟打個左八，仲要俾嗰啲比波啊、路線啊都非常非常之靚同埋獨到嘅。咁所以有外國嘅廠友就俾咗呢一個非常之好嘅建議啦。乜嘢咧？加比爾打左邊嘅八號，大家覺得有冇呢一個嘅可能性咧？笑就攞嚟講嘅啫。嗯。你如果你既然覺得是一個講笑，那為什麼你不認同先？不是，我不是不認同，只不過我是覺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是只不過因為當時中場沒有人而已。不是，因為那時需要壓得很上。還有，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即有沒有留意過，我之前說過，加比爾和沙利巴同場的時候呢，其實沙列巴是長期都會在後面伸手最後一關，加比爾呢是很多時候無厘頭就跑到上人家的禁區邊的，是那就變相呢阿仙奴其實多了一個球員呢去圍毆人的，亦都沒不可或缺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會留意到加比爾其實在這些位置去帶波啊，或者是去傳波呢挺準的，即是他又很少甩波啦，同埋通常掉啲波入去俾其他人咧，又靚嘅喎。呢個係，但係你話佢本身喺後場嗰啲長傳都準噶嘛？但係問題你話佢係咪真係適合嗱，因為我哋先第一個討論嘅問題，一個左手邊嘅八號應該要具備啲乜嘢先？速度，加比爾有冇？有嘅喎，其實佢有嘅喎。好了，繼而一個左伯需要什麼呢？傳波準咯。傳波準他有沒有？有。好了，第三射門埋門的能力他有沒有？頂頭槌多一點咯。是了，這一方面呢就是他比較缺少的一個位置了。至於中前場的串連掃蕩來說的位置感好不好？他又不是差到去哪裡。我想我唯一找到他那個比較差的大局嗰個大局觀咯，大局觀係啦，即係你問我呢一張圖咧，顯示到出到嚟嘅就係佢喺呢一方面有能力，但係你叫我長時間將佢視為一個中前場嘅球員咧，或者八號嘅球員咧，我覺得就唔好搞啦。嗱，或者咁樣講啦，我用一個比較叫做大家聽得明，佢喺後防嘅球商好夠，但係你要佢上到中堅嗰個球商就真係唔太夠咯，即係嗱，講真，球商呢樣嘢係好，即係好睇大局觀，個大局觀係啦，你要係好睇個人嘅，同埋不適宜一啲嘅即係其實雖然加比爾叫做近年嚟穩陣啦，
咁但係有陣時都會短一短路嘅。短路啦，同埋間唔少會情緒失控咯。係，咁所以你問我呢一張圖咧，呢一個嘅問題，我某程度上啦，我都會認同唔好改有啲咁嘅改造啦。咁啊，至於都答埋看海人呢個問題，我哋先完呢節啦。看海人就話卡拉費奧利咁樣打可能會好少少喎。即係卡拉費奧利其實唔淨止打中堅同埋閘嘅，我記得佢喺意大利嗰邊咧，暫時都會踢下防中嘅。嗯，所以其實佢根本上已經一個六號同埋八號可以客串到嘅位置，咁同埋佢亦都具備咗我哋頭先上述嘅幾個嘅因素啦。尤其是喺禁區裏邊，你見到其實卡拉費奧利咧有幾球都喺度咁樣嚟噶，李斯特城嗰球咪咯，哇靚到爆！記唔記得第二球啊，李斯特城？他壓到個禁區的位置，避一避個球被中間托沙才撞入的嘛，他是可以攻到來這個位置的，所以我認同你說的卡拉費奧利打這個位置應該是可以的，其實某程度上看海人呢就說呢嚴重攻強守弱的中堅有條件就推上一點、所以現在的加比爾你見他經常性大球會帶到個對面的禁區邊那裡，所以為了平衡的關係，所以沙利巴就要鬥後，是的，但是當然啦，我都有句咧，沙利巴鬥後，我絕對安心過卡比爾。沙利巴鬥後嘅同時之餘，你一定要隔離有多個天霸喺度幫手咯。係啦。所以你見到當嗰一邊攻咗上去嘅情況，即係天霸就會壓後啲噶啦。係啦。另一邊相當天霸壓上咗嗰邊同沙加仔做配合，或者 Ben White 嘅情況之下咧，你會見到嗰邊嘅卡拉費奧利冇咁上噶。係啦。呢一個就係阿仙奴嗰個同曼聯嘅分別啦。而家我睇係啊。曼聯嘅分別就係要攻嘅時候，兩隻閘都上曬去。他想複製以前的雙翼齊飛嘛，是的，如果兩隻閘攻上的時候，後面就整個大個窟窿咯，不是和、個窟窿大之餘，你還要考慮你那個中堅是什麼，過了一個都三十多，你想玩死了那兩個中堅熱刺也都不是，我跟你說告訴大家，熱刺現在都是這樣，兩隻閘一起攻上去，但阿仙奴近年來一個好的地方就是他吞到一件事，就是一邊上一邊就蝕碟一點，但那邊不代表前面沒有人，因為前面只翼會留守在那個十八碼點的附近，隨時做一些突入或者兜一些 second ball 回到來支援，這個就是我覺得近年來阿仙奴在那個體系裡面那個攻守平衡的進步，這件事甚至乎是比曼城還要成熟的，是我認同的，是啊，我認同的，因為大家、老實說的，現在我們大家、經常都笑鳩曼聯笑鳩熱刺，曼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他那兩隻翼本身的質素一般，跟住佢哋防中又唔夠力，防中唔夠力，俾唔到保護中堅。跟住你兩個中堅上去，嗱你兩個中堅一個矮一個老，係啊啱啊啱啊，一個矮一個老。嗱雖然話我哋成日都知道你呢個利申同馬天尼斯嗰個騰空力好強，咁但係你始終你個基本你唔夠人頂，有啲位唔夠人頂就唔夠人頂。咁你即係好似之前有一場。他們那邊的 man of match 居然是伊雲斯，我看著一整隊你居然找伊雲斯出來 做 man of match， 有沒有搞錯啊？喂伊雲斯是什麼？是費爵爺最後那脫 的成員，不是，如果你說同年紀阿仙奴不是沒發生過，是柏金做 Man of the Match 有幾出奇啫？但你諗下柏金嗰個位係唔使力噶嘛？佢唔使喐嘅，唔使喐。但係你伊雲斯唔係你係最尾最應該要幫手鎮守嗰個位，所以其實係一個悲哀。唔係你當年柏金你要諗下喎，俾波佢係咩人啊？維拉咪係咯，皮里斯。但係你而家你伊雲斯你後邊你而家當後防核心咁樣用喎。你原本真係諗住買翻嚟係愛嚟蹬腳嘅啫嘛。唔係，我成日都講啊，你依啲環境，我心諗，即係我當哈利麥加亞冇傷，你其實應該係要出哈利麥加亞嘅。某程度上係啊。係啊，你依啲時候你幾唔啱，你其實你為咗保住個勝局，你一定要出去。好啦，等陣，看海人咧就話富安健人就出得，預埋佢打右閘。你有冇睇今日搶冇閘搶冇日子啊？一個月。Team Talk 有獨家的報道就說他好像說觸傷了舊患，所以有機會就要休息一個月，但是、記住這一宗消息是 Team Talk 的 Exclusive， 未有其他的記者報道的，所以我們暫時來說姑且順住先是 OK， 因為你之前奧迪加特的 setback 已經被人廢到媽媽都不認得了，所以現在富安健陽這一宗雖然有個這樣的新聞，我都不會說
可以預佢出到，亦都唔可以話佢出唔到。咁所以我暫時啦，呢一個變咗個待定嘅個案先嚇。係啦。OK， 咁啊當然啦，希望看開人，你支持埋兵家常識嘅 YouTube channel 啦，緊接下阿仙奴嘅最新消息啦。OK， 好，我哋呢一節去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節仲有幾個 topic 翻到嚟咧，同大家高呼埋嘅。Red 嘅生活台聯成 Number Seven 球衣專門店，為你帶嚟獨家球衣燙印優惠。只要你 like 曬我哋嘅 page， 甚至成為我哋嘅訂户，就可以專享燙印球衣優惠。想知道燙印球衣優惠詳情，請留意置頂留言。Number Seven 球衣專門店地址：旺角西洋菜街74號旺角城市中心11樓日實。